阿妈，大家发现你来了。阿妈回来了。燕子，认得阿妈吗？哦。燕子在想说阿妈怎么味道怪怪的。干嘛干嘛？哇，好久，阿妈好久没回来了。招弟，来见面一下。对，你在闻阿妈屁屁啊？对，他没有肛门腺的，喜欢吗？招弟，招弟，不可以哦。阿妈，你不会让他舔啊、哦？阿妈，很熟悉吗？柚子，你在干嘛？你在闻什么味道？那是医院的味道，你去过啊？柚子啊？你记得那个味道吗？那么狂闻呢、啊？嗯，然后放饭，咬。记得这个。对，就给他们，他放个两次。露露也在闻，露露、啊。露露。来，给我去那边吃。嗯，很棒。阿玛果然是一只随遇而安的猫，到哪里都可以好好吃饭。柚子，你闻过了没？Oh,